我说就是摆这边的。对，我知道。应该这么宽，刚刚也不会怎么动去。从这边上楼，一楼半，这边是一个餐厅 dining room，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，可能会挪过来给我做 office 跟大家的书房。这是他这边配的一个灯，另外这边是有一个。已经帮我们配了一个水晶吊灯在 living room， 玄关那边也有一个水晶吊灯。